大家好，我是社会网络的 Steven。我创办这家公司是在我们创办这家公司是在我们创办这家公司的时间呢是在2010年8月1日成立了社会网络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英文名字叫做 Social Network。那其实是我们真正想发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为社会的社会网络。那我从成立这家公司的历程到现在呢，事实上我过去的经历包含在10年在一般的企业工作，有10年在一般的公益组织内部工作，然后我还经历了这接近6年来的社会企业的创业。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常常在问，我们到底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社会网络严格来说，一句话来形容它，它就是一个为公益而生的公司。那当时在创办这家公司，一开始是因为过去的经历跟历程中，我们发现了，在全世界的组织有3个分类。第一个分类是第一部门叫做 government 政府组织，第二个部门叫做 PO， 就是所谓的盈利事业组织，第三个部分就是 NPO 或者是 NGO 的组织。我们发现台湾呢，在这个 NPO 的组织里面呢，它的市场规模非常非常的庞大。台湾大概有将近57000多家的非盈利组织，正在整个台湾社会中，承揽着这个社会的需要。在这需要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过去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财务结构呢，它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辛苦的过程中，其实它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得到了经济力的资源。这经济资源，根据我常年的观察下来，公益组织的经济力不外乎只有3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来自于政府的补助，第二个来自于社会的劝募，第三个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自己贩售商品所带来的收益。那这3个收入呢，并不是每一个公益组织都具有这些能量。很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在这边，然后去从事公益的历程，跟我过去所学的是完全是不尽相同的。过去我的学习历程里面，我从这个学校里面，从机械类到所谓的这个管理商管，再到所谓的资讯，但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所谓的社工领域的这些需要。但是呢，老天爷很特别的是，在我的过去的历程中，一直一直的安排我走进了公益组织去帮忙跟协助的历程。我记得26岁的第一次走进公益，这个是靠近的近，走进公益是在台湾的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是一群帮助心智障的孩子。在这3年0.6天的工作经验中，我学到了一些如何去同理这些身障者跟家庭，那也如何去理解了社会的需要的层次。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些家庭呢，其实若没有这些所谓的 NPO 公益的中介组织来帮忙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距离社会非常的遥远。在那短短的3年多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就是从台湾带着这一群心智障的孩子，他们一辈子可能都没办法出国的孩子，带到他们到日本东京迪士尼。那一年我们带了150位的孩子到日本去。那这一个呢的过程中，让我近距离接触了这些家庭跟孩子。几年后呢，我回到了企业工作，在这企业的忙碌过程中，辗转的经过了几年之后，在我第29岁的时候，那一年呢，我回到从中国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再有机会接触到公益组织，而且并且答应的邀约，这时候我进到台湾的新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它是全台湾第一个让身心障碍的孩子能够去自己开面包房做餐厅的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很有趣的是，我刚来到组织，来到了其中一个烘焙坊去参访的时候，其实意外的发现，原来7、8年前我在的新路基金会的那个小孩子，其实已经到喜憨儿来工作了。那台湾有57000多家的公益组织，我怎么精挑细选又回到了同一个组织里面来，看到了这件事情，又跟孩子们相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经验。那当时呢，决定留在喜憨儿基金会，是因为家也在台湾的高雄。喜憨儿的总会呢，也是少数的 NPO 总会放在高雄的部分。我认为我应该可以胜任这件事情，没想到
我一进去之后发现跟我想的完全不同。在这过程中，除了原来的跟社会筹款的沟通、募款跟企业对话的过程以外，我还要兼具帮这个公益组织把孩子做的产品卖到市场上去。过去台湾在卖这些产品的公益组织，多数都是卖着同情跟可怜的概念。我永远记得，基金会的创办人，萧董事长第一次见面跟我提了一句话：如果有机会能够来组织帮忙，可不可以不要用同情、可怜跟施舍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于是呢，我答应了这件事情，我开始努力两件事。第一个，我开始把孩子东西卖到现在的 supermarket， 就是 7-11 全家便利超商的这些通路，开始进行把这些过去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产品开始走到了市场。那其实呢，在那个过程中，我只努力做好一件事情，让公益组织的所生产的产品可以跟市场接轨，站在市场的轨道。在这过程中，我从整个组织的营收在 1.4 个亿台币的历程中，一直到2012年，整整七年的时间，营收已经达到了 4.85 亿的营收。那这件事情也创下台湾很多的这些公益组织在发展产业化历程中的典范，也成为大家相争学习模仿的榜样。那无外乎呢，其实在公益组织的历程中，我们就是把 NPO 当 PO 的模式呢，来试着运行看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一段走进到公益里面的这个七年的历程中，我发现了一件更有趣的事。原来台湾的市场规模非常非常的庞大，这些公益组织，但是他们很鲜少有专业经纪人可以被进到组织去工作，不只是文化适应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他们甚至连新的科技工具使用都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在其他的时候，在2007年的6月1号，我一边工作呢，一边晚上在中山大学的资管所，就是在念了一个 master。在那 master 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件，这个产业的应用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讯应用的 solution， 就是解决方案，当时是叫做blog， 就是部落格。这部落格呢，当时是它改变了网络的一个生态，从过去的这个官方网站到开始进到 Web 2.0 的自媒体这个年代。所以当时呢，我一时兴起想了一些小点子，我试着尝试着运用了所谓的部落格的这些分享啊，还有这些串联的概念，尝试为一个 NPO 能不能带动募款这件事情做一些尝试跟努力。没有想到这一个计划的发展超过预期的顺利。当时呢，我们做了不管是部落格贴纸，就 blog stick， 或者是 blog 所谓 skin 这样的概念，创造了一个 channel， 我们在网络上面开始被大量的复制跟大量的宣传的情况下，我们在第一个月就创造了76,600元的捐款，然后而后每个月捐款都逐年的上升，整整做了5年的研究，60个月。这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学校，持续在做研究。这一个研究呢，基本上呢，我们总共带动了6300多万的捐款，然后以及带动了3000多万的网络的这个购物金额。这一个部分呢的历程，也促使了我发展现在我想发展的事情。现在我想做的事情，社会网络这家公司呢，它基本上呢，它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第一个，能够帮助台湾更多的公益组织能够跟社会接轨，能够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我们在做的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诚实计划。当诚实计划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创造所谓的公益消费这件事情。好，那在公益消费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动伦理消费。所以呢，在这过程中，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当我们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台湾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发展，而且呢，台湾政府在这件事情做的也并不好。我们就开始去思考了这个产业的规模。所以于是乎呢，我们开始发展了我们自己的第一代平台，就是 NPO Channel 的募资平台。
这个平台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它把台湾所有可以在网络上付款的金流方式呢全部通通接轨，做得比台湾雅虎的功能还要完整，还要齐备。我们并不从捐款中做任何一块钱的分配，试着呢让这些公益组织把他们过去在网络上片段跟零碎的这一些网络资讯通通集合在这里。这几年的累积，我们创造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一点点社会的不同的影响力。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才创造七个月时间创造了400万的捐款。2013年，我们12个月创造850万的捐款；2014年1290万捐款；2015年1413万捐款；到2016年的时候呢，已经当年度高达了1786万的捐款。那截至目前呢、现在整个捐款平台已经超过6000万的捐款。那当这件事情开始已经长成一个有机体，它会自己开始滚动跟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跨进去的另外一件我们关注的社会议题叫做伦理消费。什么是伦理消费？意思就是每一笔消费的背后都有一个他想参与跟改变的社会问题。我们不敢说用解决两个字，我觉得太沉重，因为解决这件事情基本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或个组织能够有效的解决任何一个社会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带动一些改变，而且唤起大家改变的力量。所以我们开始呢发起了一个叫做诚实计划，叫 Sometimes。 好，那其实呢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慈安事件其实困扰了大家平常生活的改变了、所以呢我们觉得诚实找寻食物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台湾呢就开始发现了有许多好人在做的好事，以及他们背负的期待的好心意，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换得所谓的同等对价的这个收入。所以于是乎呢，我们开始去思考我们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从产业六极化的概念中呢，撇开生产者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没有亲自参与生产之外啊，我们开始介入了所谓的二级生产，就是所谓的产品制造以及服务行销的阶段。所以于是乎我们搭起了第二个平台，叫做NPO Channel 的购物平台。我们上面呢会代理了很多的台湾社会企业或公益组织，甚至是做好产品的公司努力的这个产品。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也跨足自己发展自有品牌的产品。那于是乎啊，我们开始把这件事情集结在这里，开始跟企业对话。我们开始引进企业 CSR 的力量，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力量呢，开始在这个平台购买东西，不管是企业的采购，到员工的认购，到企业客户的参与跟响应，通通我们开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开始记录企业的公益轨迹，也就是企业的公益足迹。同时呢，我们自有品牌的发展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其实去找了非常好的食材以外啊，其实我们也同时跨进去寻找很好的代工厂，所以跟我们合作的目前的工厂啊，都是具有 ISO 22 HACCP 的工厂，甚至呢其中还有两家是具有回教清真认证的工厂。从我们做的无毒的香草茶做到所谓的土地零破坏的这个产品以外啊，我们开始又跨境运用台湾现在自然熟成啊，完全没有人工添加的这个日光面，那保留了传统的制程，也吃到最健康的这些面条。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跨境去制作了用台湾自然无添加的这个鲜乳坊的鲜奶，就是小农鲜乳的部分呢，开始去做出非常棒的蛋糕，然后开始在台湾的母亲节或者是蜜月来贩售。那现在呢，我们更开始跨进去，用这些更好的食材呢，开始跨进去做台湾每年最有年味的这个所谓的年节的产品。同时间呢，在产品贩售过程中，我们也搭配了关注台湾的这些食物银行，就 Food Bank 的需要。我们把平常呢这些物资由他们来募集，但是遇到了年节的时候啊，这些特别的这些过年母亲节或者中秋节这特别档期的心理的这个层次的满足，我想就由 NPO Channel 社会网络这边我们来开始参与。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发展商品的历程。好，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会看到了一些
我们自己的平台，我花点时间来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对社会当中提供的这个。那这个部分呢，在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很容易的看到了这些募款的需要。那这个需要呢，我们做了非常非常的简便，所以他可以很快速的直接去选择到他要参与的部分。那我们最特别的部分是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金流的接轨，好，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同时呢，我们把这些部分的设计也让捐款人呢在搜寻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一方面是从募款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知道，这边有一个最特别的功能，就是当这个计划的需求是40万的台币，可是呢，这个计划刚刚上线，还距离目标还有38万多的这个缺口的时候啊，单单就这一个功能，在我们平台上啊，成立5年来，其实被使用超过10次，一笔金额就把它这个方案给结束掉了，这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好，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开始开启了公益购物这件事情。从公益购物呢，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卖的就是台湾特有的愈合包，这个季节啊是特有的愈合包。那这个愈合包的产品啊，每一个都跟乒乓球一样大，对。好，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益类组织的产品在上面会出现的。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公益组织孩子在做的产品。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很努力的去把企业的资源引入，希望能够透过参与购买的过程中来完成了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跟公益组织的参与。那同时不止如此，我们还在目前台湾的社群网站最重要的 LINE 的平台上面开启了第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企业的 Store。对，然后在上面开始贩售的 NPO channel 开始贩售了我们的产品。好，那这边都是我们目前正在产品上面做销售的品项跟品类。好，那所以基本上开始这家公司其实不是如大家预期想象的顺利。那原因是在过去在前一份工作的第二次走进公益的那个历程中，我其实是在想，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个社会吗？那以及人生的部分呢，其实也让我去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就开始有一些这样想法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好，所以呢，在这过程里面呢、啊，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刚提到了在。刚提到了在中山大学，一边念硕士一边在喜海尔工作的时候，那个计划在帮单一 NPO 的部分呢，从2007年的6月1号到2012年的5月31号，当时我们以喜海尔基金会为案例做单一个网络的这些社群的连结的募款方式啊，我们总共走了5年。在那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想象的概念是说，有没有机会把这样的部分变成是一个更完整的 platform 跟 format， 提供给更多的 NPO 去使用。所以，我们于是乎在2011年的8月1号成立了公司，在2012年的6月1号，我们启动了 NPO channel。所以呢，到现在呢，这一个计划整整我们投入了10年去研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前一个5年是单一 NPO 组织，后一个5年是多 NPO 组织。那中间呢，我遇到的挑战，有很多。第一个，我觉得我犯了第一个，我规划上的疏忽，是来自于过去我在单一组织在运作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当时我在组织内部，所以我很容易的调动或改变这个组织的这个工作的节奏跟排序。可当我出来去做所谓的这一个平台的时候，第二个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了这些所有的 NPO 伙伴的工作排序，所以我需要用更长时间等待这件事情需要发展起来，这是第二个。那接下来就部分是过去呢，我们在企业或在组织工作呢，都是受薪阶级。当自己开始出来成立所谓的社会企业的这件事情，当然目标就是希望做好事，能够参与社会的改变，同时又不造成社会的负担。可这过程中，经济力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如何让自己能够
存在着持续的累积。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从自有的资金开始跨到了亲朋好友的资金，大家相继投入跟参与这一件事情，到慢慢的，其实到去年，我们很高兴在2016年底的时候，我们成为全台湾第一个社会企业循环基金投资的这个标的，也成为台湾第一个被许可的这个社会企业的认可。所以我想这就是NPO Channel 的一直发展以来的一点历程。谢谢。好，这一座奖呢，是我在公益组织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政府所给的奖，来鼓励就是专业经理人投入社会公益的部分呢的一个肯定。那这是第一个奖，这一座奖呢也很特别。这一座奖呢是一个商业杂志，叫做经理人杂志 Manager， 然后他在2013年时候啊，他在全台湾，去收集了台湾100大的杰出的专业经理人。本来这个奖过去是从来没有一个 NPO 的经理人可以得过这个奖。那这个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公益的经理人也可以带来社会的贡献跟改变。那一年他们在全台湾的企业里面找到100个以外，当年度我们也当选其中的10位的 Super。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肯定，在经营管理上的肯定。那最后这个奖很特别。这个奖呢，其实全球有4大设计奖。那设计奖呢，包含了IDEA、Redact IF 奖跟所谓的 Good Design， 这是日本的 Good Design。这个奖很特别，在2015年11月4号，我们在日本东京拿到这一座奖。那这个奖呢，我们参加的比赛类别啊是 Social Platform 社会平台奖。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很高兴，我们所做的这个社会公益啊，把过去片段零碎的公益跟预约式的捐款，那整个结合起来，为社会创造更大影响力这件事情，得到了 G Mark 的肯定。Okay, so Steven, could you demo what kind of products you are working on? 你大概想要介绍的？我大概先介绍几个我们自己在发展的产品。那代理产品呢，多数都在网络上开始贩售，所以网络上看到多数都是代理产品。现场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在生产或者是我们联名销售的产品。So you are distributor and you also own your brand of your product.Okay. He have both of, so this one is for your house brand, okay. 你自己的品牌的东西。对，是是。Yes, it is for your MPO channel, so what is special? 特别的。我想这是我们发展的自有品牌的茶。那这个茶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跟了另外一家社会企业共同来合作这个产品的研发跟生产。So this is a cooperate with another social enterprise. So it is the cooperation with many social enterprise. 就很多企业。Okay. 对。那这个茶呢，它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它很特别，它代表一些台湾的精神。第一个是它所使用的这个栽种的技术，就是我们所谓的仿生农业的技术。然后同时Oh, it is with our a lot of Taiwanese spirit inside. The technology for this herb is cultivated by the original technology from Taiwan. It's organic and very good to people. Okay. 同时呢，我们发现有这样的好的这些这个农作的技术之外啊，我们发现所种植出来的品质非常非常的良好。所以于是乎啊，我们找了这个园艺治疗师啊，来协助我们研发的做了三支茶的研发，包含希望的早茶、能量的午茶跟宁静的晚茶。We have three products for this. 这是三个，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吗 ？Okay. So we have three kinds of product here. It is cooperated horticulture therapist to generate these three products because it's very good quality and the very good spiritual and the vision for this kind of.这样的茶呢，不止在网络上销售，我们也成功的推进了台北的有一些非常这个非常棒的餐厅作为他们这些所谓客人可以选择的茶饮。So this product is not only launched on the website and the e-shop, but also in very famous restaurant in Taipei. Okay.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开始结合了特别的这个坚果工厂啊，
请他们帮我们制作很特别的这个健康的这些坚果类的谷粉。Oh, this is a grain powder exclusive for MPO channel. You can buy this only here. 因为坚果呢是现在多数的人啊，除了这个药品维生素以外，获得这个大量的维生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So we can get a lot of vitamins through this. This is included not only grain but also some almond, many kinds of healthy things inside. 我们的谷粉基本上呢，连日本人都会希望能够来台湾来采购这样的谷粉。For Japanese come here to purchase this. 原因是我们的这个谷粉呢，吃起来闻起来鼻子闻起来的香气呢，并不香。但是呢，它的香气会在嘴巴开始咀嚼的时候呢，才发生这个香气的产生。Okay, so the flavor, it is rich with the flavor, not at the beginning when you drink up, it will vaporize in your mouth and in your throat. 原因是过去的这些跟制程有非常大的关系。过去的制程用高温的油炸呢，很容易破坏食物原来里面的这些某一些特别的这些机制，然后造成它的这个里面这些油啊，就是这些坚果的油啊，很早就溢出来了，所以你会香气十足，但是保存不久也会产生很严重的油耗味。So we break through some manufacturer way to make this product better. 我们用一些创新的机制让它。对，所以我们找了工厂呢，用了一些创新的技术，让它变得很不一样。所以所有的成分呢，都完全的保留，直到你吃到它肚子里面。除此之外，还加了两个特别的东西，一个是纳豆菌跟乳酸菌，一个是帮助消化，一个是帮助吸收。Added some beneficial bacteria inside to assist the digestion. 所以呢，这个产品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Okay, this is one of our hero product here.So we can tell social enterprise not only take care but focus on the social justice but also on our competitiveness. 就是还是我们还是要我们的竞争力。OK, 生物网络这家公司一直站在就是一个 integration 整合者的角色。所以呢这些生产呢并不是我们公司拥有这个工厂。而是我们去寻找了愿意做好食品的工厂来共同合作。Okay, so we not own everything by our own. We didn't have our own factory. We just integrate many kind of social enterprise like an alliance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good to the society. 对，因为过去社会企业被诟病的一件事情是，当你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却没有商业化的机转，甚至当要开始跟你购买产品的时候，你极有可能没有办法如期的交货或做出一定的产能跟产量。Social enterprise should be an enterprise with the same ability to do that, but also on the ba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welfare. 所以刚刚的这样的茶呢，是其中一个工厂能够帮我们去做整个代工跟生产，而且是可以完全商业的商转。This is the one, and we have another cooperation. So what is that? Is that a kind of mooncake? Okay. 这是台湾很特有的中秋节的月饼，就是 mooncake. 那这个 mooncake 呢，中文名字叫做 Q 饼。Q 饼。Okay, 因为里面包了，在这个饼里面呢，包了麻糬。Because within this is a kind of material called mochi, it's made by rice. Okay, 所以在麻糬的外面呢，我们包上了三种口味，一个是绿豆沙。We have a red bean or green bean, and 一个是红豆沙 and red bean. 那另外就是那个芋头沙。Okay,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台湾非常在地的食材，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些在地的食材做成是可以放在橱窗里面的高级商品。Okay, we take advantage of Taiwanese very famous material into the products, and so when we selling the product to worldwide, we also sell Taiwan to the worldwide. 过去的一斤馅料在买卖的过程中，可能是大概在100块钱左右，一公斤的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做成一颗饼，就约有六七十块钱的市场价值。We do the innovation to add the value to get more margin to do the good things. 所以一公斤的这个豆沙馅，其实可以做出几十颗的饼。这个我可能没办法。好 ，OK， 好。So、you have many kinds of product over there. Yes. 好，所以这就是
今年呢，中秋节预计要上市的产品了。So we can not only find, we can find all those on your website and where we can find in Kaohsiung in MLB、okay. supermarket or.Yeah, you can find it in、okay. MLB supermarket, in many famous supermarket in Taiwan. Okay, 这个面呢也是很具有台湾味道的面。这件事情很特别，是过去我们在做制面的过程中，其实都是把原料，然后经过了一个制作的空间、制程的控制，产出一致性的成品。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产品呢的生产者，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他把整个生产的过程完全交给老天，所以这个部分是完全手做、完全日光的熟成。当面条做好之后，完全交给太阳去完全的熟成。So this is the handmade noodles and proceeded by the sunshine. What is amazing? So we're doing this. We cooperate with nature as well. Okay, 好，所以基本上呢，它在这个面条的使用过程中，它可以吃到非常浓浓的太阳光的味道，所以又叫做太阳面。叫日光面。We also call that sunshine noodles. OK. 那接下来这边呢，就是这是公益组织所生产的蛋卷，是为了帮助这些所谓的外籍配偶所生产的，给他们工作机会所生产的蛋卷。I have to introduce this. This is made by the foreign worker here in Taiwan. OK. 然后这一个部分呢的工厂呢，是专门生产自然健康、没有化学添加的产品。And over here, we don't add any chemicals bad to the human body. So everything here is very healthy to us. Okay. 所以这些产品呢，我们目前不止在网络上销售，我们也成功的推进了所谓的大卖场。我们在大卖场中拥有一个完整的货架来陈列我们现在的产品，而且进行贩售。So if we want to buy this thing, we can go to the MLB supermarket, and we can find a.Exclusive place for those products, 我们可以在那边就放一个，对不对？对 ，OK， 好，所以到大概到这边、okay. 啊，最后要收尾吗？好，收个尾吧。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礼盒，可以再帮你。好，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 ，So you also provide a gift box. 我们呢也把刚刚各位所看到的产品呢做成小包装。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呢，也成为台湾结婚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的一个社会企业的礼盒。Okay, we can also use to put that in the wedding gift or the, for the birthday gift to make your birthday or your wedding have more meaningful and for that to do better for the life and the society. 好，最后我们再带一个东西，就是鲜乳坊的奶冻卷。Always the last, the best. Well, what is it inside? 有东西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Okay, it's like a egg roll. 这是台湾的小农鲜乳，那非常有名。这是一个兽医师所培养出来的牛，它让这些牛基本上在最舒服的环境中那个发展，然后能够产出最好的这个牛奶。Okay, the cow is raising under very good treatment. 对，那也成功带起台湾的牛奶的革命。Oh, it bring a revolution in Taiwan. 对，所以到今天，所有的台湾的各大通路都开始接受了一种叫做没有添加、没有口味，就是纯粹的鲜乳。So it can be found in the Family Mart convenience store.、Yeah.It's good. Okay, 那我们用它来制作成为奶冻卷，然后成为母亲节的蛋糕。Okay, so this is the cake for the Mother's Day. That is great. Okay, thank you. You bring the innovation not only in the food but for the social justice. Okay, 谢谢 thank you.